Hello，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疯玩，我是刘哥。这次呢，我们带着小姐的母亲去澳洲疯玩了两个星期，主要去了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还有凯恩斯等地。下面是我们在行程中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大家分享。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订阅、点赞或转发，有您的支持，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谢谢您。因为我们是从上海先飞的悉尼，所以前面都是在悉尼拍摄的照片，最后我们是从墨尔本飞回上海。悉尼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悉尼歌剧院，确实美轮美奂，不同凡响，所以就多拍了一些。乔姐坐在悬崖边的那张照片是在悉尼附近的蓝山国家公园拍摄的，这个国家公园景色相对一般，可能是因为我们落基山看多了吧。比较有特色的是凯恩斯附近的库兰达观光火车，火车穿山越岭，沿途风景秀丽，火车车厢也是古色古香，是一次颇为愉快的旅行。老妈说，澳大利亚的冰淇淋真不错，因为泥地陷车，我们得以体验了澳洲人的助人为乐和热情好客，衷心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我们爱上了澳洲。大堡礁是我们此行的重点之一，我们在凯恩斯参加了太阳恋人号大堡礁邮轮公司的大堡礁一日游，我们先坐双体船前往该公司设在摩尔礁的摩尔外交平台，然后在那里参加各项海上活动。本视频开头的内容就是截取自该公司的宣传片，水上活动内容很多，中英文网站链接我都放在说明栏里面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们参加了浮潜、玻璃底船和半潜潜水艇的活动。作为一名摄影及自驾爱好者，位于墨尔本以西的大洋路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这条澳大利亚著名的沿海旅游线路全长243公里，一路险峻而壮美，是我们见过的最美丽的沿海公路之一，而十二使徒岩的绝美日落更令人终身难忘。这次旅行中，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野生的树袋熊、袋鼠和世界上最小的小企鹅的黄昏归巢。对于此次的澳洲之行，我的总结是：最美的现代建筑是悉尼歌剧院，最美的风景是大洋路，最喜爱的城市是墨尔本，最难忘的是十二使徒岩的日落，而最可爱的是那些帮助了我们的普通澳洲人。接下来是我在大堡礁拍摄的一些水下视频和部分玻璃底船上面的画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订阅和点赞，那说明我们前面的视频还不错，只不过您忘了，请赶紧动下手哈，谢谢。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世界闻名的大堡礁水底下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刚离开下水平台，我们就被鱼包围了，平台边最多的是这种鱼，样子像我们经常吃的鲳鱼，其实不是，它的学名叫蓝黄梅鲷，常在珊瑚礁或岩礁附近游动，以浮游生物为食，据说是一种美味的食用鱼，可以清蒸或者红烧，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说说它的味道到底好不好。我们在水面浮潜的时候可以看见底下有人在进行水肺潜水。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周围之所以有那么多鱼，是因为平台上面的工作人员会时不时往浮潜区撒鱼食。说老实话，我当时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时不时撒些葱花的海鲜汤碗里面游泳。这里的涌浪有些大，所以我的身体一直随着涌浪起伏，没法稳定镜头，所以拍出来的视频都是摇摇晃晃的。边游边自拍一下，传统的浮潜器具把每个人都搞得像水鬼一样，建议大家浮潜一定要买全面罩，优点多多。这种鱼也不时能看见，可惜不知道名字。和一群热带鱼一起往前游，感觉真好。感谢好心的工作人员，又往我的头上撒了一大把鱼食。您看见了吗？这些鱼真是灵活，尽管争先恐后的抢食，但相互之间不会碰撞，也没有一条撞到我。被漂亮鲜活的热带鱼团团围住，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是我们坐玻璃底船观赏海底的珊瑚，船员会时不时给大家介绍一些珊瑚的知识。这
Now you can see there's quite a few different types of coral. They have very simple names. For example, we have a table coral down there, because it looks like a table. Some staghorn coral, looks like staghorn. Sponge, which looks like a sponge. I think you're getting the picture there. So if it looks like a brain, it's brain coral. If it looks like a boulder, it's boulder coral. There's about 475 different species of coral, most of which are. 这个项目和半潜潜艇的项目一样，老少咸宜，既不必担心不会游泳，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能够保证所有的游客都能看见大堡礁水下的景象。回到水下，看过平台附近的鱼之后，我向远处的礁石游过去，想看看那里的珊瑚长得到底怎么样。这位老兄应该是老手，游得非常潇洒。这里的珊瑚还不错，可惜离水面远了一点，自拍杆都伸到头了，离珊瑚还是不够近。看到下面两条漂亮的鱼了吗？我决定跟上右边绿色的那条，它的颜色非常漂亮，鱼鳍的姿势也很有意思。屏幕底下有一条黄色的小鱼，十分的抢眼。左前方很大一片珊瑚都已经死了，再可惜，真是触目惊心。我发现珊瑚附近漂亮的小鱼很多，可见保护珊瑚的重要性。这条感觉特别像我们在超市能看到的青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跟着大鱼的那条小鱼？接下来的一幕你绝对想不到，它居然跟着那条新来的鱼走了，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变心。我们在平台上一共待了四个小时，其中浮潜前前后后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次没有参加海底漫步和水肺潜水，感觉有点遗憾，不过大堡礁以后肯定还会再来，所以机会还是有的。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平台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